要开始啦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不要说挑战，咱们继续来挑战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不会想，我要提早结束这个单身生活？不能给我的心完整给他。我突然觉得校园的爱情真的很纯粹、单纯、干净。真的不要亵渎了这份高尚的爱情。旁边的人没眼看了，没眼看了，人家哈，我们好甜蜜。Let's go, girl. 我早就知道我是你第一首选。建议有男朋友的一定要拍这个，真的很有氛围感。这是不好意思了吗？但是那束花真的，大家都去拍照，一定能出片。你就说我这一大朵花还抵不了你99朵玫瑰？这骂的是屏幕前你们这些单身狗，哼！原来我才是小丑。总有人会懂你的奇奇怪怪，也总会有人耐心的在等你。放心吧，你会属于更好的。啊，真的好爽啊！看完以后，我感觉你们一定要收获甜甜的恋爱，这样子我会很开心的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下视频不见不散。